一个杯盖，应该两个杯盖。维亚有买到吗？大部分都买到了，差了一瓶伏特加。这边的是水蜜桃口味的，我们要去再找原味的。买到了超大罐，然后这个是我刚才看到超可爱的，它是已经调好的玛格丽特原味跟草莓口味的。找到，现在回来了。现在比较少喝酒，大学的时候比较常会跟同学或是打工的人，就是女生好玩，看如果比如对方失恋啊或者什么，就会自己买整支酒，然后陪人家去公园喝。去公园喝人家流浪汉。但是我们酒品很好，不会说什么喝完然后因为失恋就那边哭啊、躺地板或者怎么样，就正常。你这是买了哪一些酒？就是刚刚那个最大支的伏特加。好，今天喝完。那就是摄影师工作人员加油。雪碧。瑞波能量饮，野格小资的冬瓜茶，随手可得。然后威士忌，然后因为没有那个柠檬，刚刚跟大院子点的已经被我先装出来了。就这样，准备好了，等下可以开始调。那么调酒师要开调了吗？可以直接喝吗？我们第一杯要调什么？第一杯是威士忌冬瓜茶。我自己是不喜欢酒味太浓，应该很多女生都喜欢。欸，可是之前我们去夜店开包厢，一群女生竟然把我们烈酒喝完。这是什么女生？你遇到的是？整瓶下直接被他们灌完了。超会喝的那一种。对，他们人就走了。喝完人就走，那他是一间一间包厢这样去扫是吗？他还干酒。冬瓜茶，我要喝三分之二冬瓜茶。我们刚刚拍摄前有稍微偷学一下，算偷学一下吗？我们是本身就很会调。要不用看，好了。耶！哒啦，威士忌冬瓜茶。来第二个，野格。你是大家都很喜欢喝哎。它在夜店的名称叫什么？野格碰。野格碰吗？喝完之后就要碰碰了吗？差不多。这这么小一瓶要加完，应该够了吧？第二杯完成，运动饮料的味道应该 OK。第三个，那摄影师有喝过什么环游世界吗？我比较常喝奶酒，其实我不喜欢喝奶酒，是我每次都忘记很难喝。会忘记很难喝？就喝哦，靠杯后来喝多少杯啊？伏特加，我要摇它对不对？那我把它倒进去了。Sorry， 一个杯盖，应该两个杯盖。柠檬，以上完成三样调酒，开喝。我的第一杯威士忌加什么东西？冬瓜茶。加冬瓜茶。酒味太重。对，拉一下看看，稍微好一点。第二杯野格加瑞布。啊，这个可以。轻松喝就好，喜欢酒精味不要太重，然后甜甜的人就是这个，自己要斟酌那个酒精的量。第三杯伏特加柠檬跟什么雪碧，哦，这也可以，刚好一个平平的，不会太甜，然后酒精味也不会太重，这样子完美融合。好啦，我都喝完了，现在该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摄影师们，快点一人拿。
你要去哪？我今天要来洗衣服，好香哦，洗衣精的味道。在那边是烘衣机，这边是洗衣机，应该用这个程度的就可以洗。自动注料，免再添加。那我们用一般的应该就可以。没用过洗衣机是？不是啊，是我不会啊，扣了。他洗70块，我要按7次，一次只会扣10块。耶，31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现在在脱水，等一下就要去另外一边烘衣服。啊，你很常烘衣服，自己出来洗？没有，家里就洗。有轮子。真方便。2分钟启动，等12分钟烘好的衣服，然后再去折。烘衣的好了，香香的衣服烘干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折衣服。买彩券要挑100的，100的。过年有这两种，哦，有特别版是吗？那这是过年的时候出的啦。哦，了解。那不然我各一半哈。好，刮出一个金额可以得。等到你好，我等下等到你好。好黑啊，黑啊，我准备配备。你哦。我们上。啊，这张没有。耶，这张有200，这个没有，我们要刮回本吧，大概是1000，这样我压力很大。这个这张没有，要刮完10张也蛮累的。没有，这样等于这个系列的买了5张，然后中一个，数字100。那你很会刮哎。也是，可是就剩4张嘞，我们现在才300块，还差700。是你有？越刮越衰啊！不可以说我衰啊！你有？好累哦。有100，花1000只拿回400。